信。嗯。他不瘦。阿妈，你买茄子，阿妈，你买茄子。阿信，阿信，你去哪里？啊，多抬起来，耶！站直，站，要站直。好。阿妈，家里家正家里都无家呀？你对在吗？阿妈，你家里家都无家，给我来包包。这是季军哦，他冠军里头。我跟你说，左边那种，然后要等到最后，对，左边想说，你。
谢谢啊！啊！啊！
好，等一下，阿嬷背包里面。人很多。这边去看看。明一定摆的是咧摆创啥？哦，摆一个。哈？啊，迄做迄 DIY 的正辉啥款吼？都做淡薄有咧。安尼哦，咱都唔知啊。我就听人讲，上讲要分气球啊。哦，分气球。我们这边都是喷喷水，有问题。加这一款嘛吼，一百，再出。还备封一颗。最后一颗了。对，它最后一颗了，刚刚送给我。我到，我真，你在，我真被扣啊！哎，这个小窗感觉很温暖。怎么够一起？没有，不可能，温暖，基本没多大。难道是县长来的关系？县长今天又来。文创的当卖产品的话，对啊，因为它也会撑过去，它撑得过去就撑得过去，撑过去也要把它撑过去。它有那个表现，在那里面。哦，水哈，结婚用水哈。那个可能是属于这不较少嘞，不较少啦，哎呀，哎，多少多少。大汉嘛无聊，带你出来，你又无见到内底。当前你拢放伫厝内底，带你出来就好了。无聊。那你妈妈？跟我的不一样啊。现在可能无心工作。Thank you.
连去岛那边后面水大关吧。是。还有谁在这里？哦，这龙会来这样啊？龙会来这样。哎，爱跨口罩嘞。戴口罩，认得口罩啊。谢谢大家。要挂口罩。我最近的在这边呢。没有包花，没有包花，有啦，有啦，放左边没有啦，包花有。回家。冠军在这里。三楼盆栽展。在这块嘞，然后直接。
啊，要买这种价值的。多肉啊。哇，你看，这个绑了，有它长那个像橘子，像橘子一样的，那给我呢，你自己拿着就好了。一心岭那边呐、啊。什么花？什么花都有。阿信，你在干嘛？好，总来总去，你就总来总去嘛。嗯。啊？没擦。好，四楼的盆栽是比较大颗的，嗯，哇，这颗真不错。光线不太好。它这个已经都像很多都没有了，啊，它送水的这边都是水线，这个就是它的水线，就是它的生命线。哦，这是抠掉的，这是生命线。哦，里面还有生命线在。对，我很多货，这些生命线啊，它的电脑，它就。Thank you.
别乱打，对，别乱玩。那是你呀。我会开花的。很恐怖啊。哦，这个厉害，一边一种颜色，你看，哦。不信，这边一种颜色很厉害。嗯。这种现在还没有刺哎。哦，对啊，那是不是把它剪掉了？门刀上不剪掉。没剪掉了。我一下啊。嗯，谢谢你了。哎，那么奇怪哦。没有啊。这是红龙的。红木的红木汤，会吃牡丹。哎，咱家花嘛是红的呢，但是这门口红的。哎，就是恁妈甲恁阿妈去买啊。拜拜，拜罗凤的。哼哼哼，一颗一颗的哈，这都这奇怪哈，什么款形状都有。对，它什么形状都有。球球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你看，毛毛虫哎。嗯。哇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哇，竟然长了！波霸象牙碗呢？对面那五，对面个五。嗯，走。这边还没拍。这边还没拍。花田里面哦。
那真的还是假的花？那个高花菜耶？真的啦，要给你看自己。真的花菜耶？真的啦，阿球啦。啊。老球是吗？明天这个是假的了，那是真的，假的。哈哈。靠鬼嘛，给人你嘛。那是假的啊。插花。竟然有一只小瓢虫，哇，艰难哦。唐昌普啊，唐昌普，唐昌普。啊，这哪话这正人，这个是唐昌普。这可能是真的，那个假的真的。谁说真的？你们卖哈？啊。假的。假的。这个有，我们找不到水，还在这儿，给我，我要给安娜。QQ 的嘛，哎，够傻逼的。快点去站好啊！
来来。等等下人来哩。看这里，三二一，看这里，三二一，所以你不去，口罩拿起来，过来一点，口罩拿起来吧，来，看这边，通通看这边，三二一，啊，罗欣没有看这边，再一次，三二一。好。